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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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看到讲义的第十二页，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堂课，最后一页。前面已经讲了十堂课了，十堂课，每一堂课中都不断地跟大众提息，念念之间就在当下关心。你总要仗着习惯于现在，不管你是出家在家，你都要在这个自己的根本上面一些念念回望。什么是根本？一切众生就是以心为本。如果有心，一切世间万法都不能安立，不能安立，你何况还有能够知道有我有人，人我都无，你不要说从世界的观感，所有的一切啊都不可能成就。所以之所以会感觉到有我有人，有一些世界的感觉，就是由如是一念心中所成。都知道是心，可是却在现前的所有一切缘起当下，你念念就是被心造作，所以才判成了什么？还是判成了种种凡夫愚痴的种种分别。所以将来你不管说再听怎么样，再多深的佛法，或是再发什么样，那内心啊，这种宏深的大愿。回过头来还是要老老实实，就在你这一念中，你愿意从自心之中开始审视，开始念念之间，要在现在所有一切现前的一些众生感觉之中，你愿意找到根本开始。你要深入现在的一切缘起，一切缘起在哪里？不就在你的感受当前？你能够离开你的感受，找到什么叫做一切缘起？那感受当前处，不就是你现在每一个念头之中一念一念呈现处吗？所以不在现在的念头一念一念呈现处，你到哪里去找关心的下手处？你到哪里去说你要能够深入一切缘起？每一个心中的发现，每一个心中的变化过程，你都知道时，那就知道一切缘起。那一切缘起也不是叫你抓的一些尘相的缘起说缘起，你要就看到心性中的缘起说缘起，心性中的缘起说缘起，你还是蔽之，你是辟之佛，你开的还是绝照的东西。你没有心性能缘起的如是的缘起的智慧，世间上一切尘中的缘起根本也就没办法成就。所以你总不能拿世间的那些种种尘相过去你以为的因缘妄说缘起。那一些你看得到的一切因缘，是非是白，是种种气氛的互相熏染，那都不是缘起，那也成就不了缘起法。你能缘起的是什么？是你心性之中，你根本意识的当下念念的留步，那是你根本大觉心体本来能从缘，本来能成就一切缘的根本留步，根本安步。所以在十二有知之中，从无名缘起，行缘是识缘名色，那是缘起。你不认如实缘起，你抓到后面的种种尘相相状之中，你在妄生缘起，你也就永远就被这种气氛、这种妄结永远都牵引在外，难以回家。所以今天的讲义中告诉你，无边一海，先归故眠之中。在什么深的一海，在哪里？故眠者回光矣，念念回顾，念念回光。再深的道理都是要从你愿意回光开始。再勇猛的大愿，都是要你在当下念念之间，你肯定在每个念头上面愿意开始老老实实自反自省开始。
你每个念头之中，你都愿意反省，那是无上悲愿。你每个念头之中都愿意如是，念念之间发出诚意照临，那才是大智大行。所以说一切悲智怨恨，如是种种菩萨的大愿，菩萨的种种心中的大行，你若是不知道当下在哪里下手时，那些东西就是跟你永远在你心底深处，你总是只是一直感觉就是跟你距离遥远而已。所以虽然嘴巴里常说种种菩萨的种种怨恨历劫发心，可你只能这样的心中还有一种委屈的声音，只知道是妄嗔魔疾。所以读一次让你委屈一次，称赞一次心中卑微一次，人家熏习的是菩萨的愿力，你念念之间长养的是委屈卑微。这如何会变成如是的业力？你就是不知道当下用心，你就是不肯在每个念头先前处你念念关心，就是那一个一念嘛，那一念就在眼前，那一念能有多少势力？就在那一念你认为的没有势力之中，它就是你无量劫来流转最大的势力。你想要照料它时，它就在每个念头中，你每个念头中能守得住，你就能够守住它的所有过去的一切浩瀚的势力，就是如此。所以无边一海咸归故面之中，万象形容进入照临之内，一切万象形容，一切缘起变化都在照临之内。光是如是发心，这个人就已经是什么？这个、一个人就是念念之间已然知道大本，已然知道归宗。宗本不立，你根本看不到你的智慧流出。那这个不是一般的世间人认为的从知见上面的文字与音声的这个辨析见解释，而是你真正知道这些万法唯心之时，你要不认心，你就是背于心之中的种种妄想流浪。所以你要是背于心的妄想流浪，你永远找不到任何智慧。就算在你的妄想流浪里面，你以为都你能够胜过多少人，你以为你好像你真正心中精明到如何如何，所有的一切精明或一切种种的胜算，都是你一次一次逼迫你自己心越来越遥远而已，遥远到最后一定是愚痴。因为每一个感觉就是一次执着，每一个感觉就是一次心里面自己去否认自己的翻腾，一直烦恼，你自己都不知道是自己是，你感觉就是这样。在这么强烈的感觉里面，其实都是觉。你只要知道是觉，你就不随感觉的势力；你要不知道是觉，感觉就起势力，就是如此。所以，那你要知道怎么样知道是觉，你就念念关心嘛。念念关心就是，那你说怎么叫关心？关心就是每个念头当下，你要知道是心，最初知道是心就是关心，不然你怎么观？还一切念头，它的本来名字叫做心。你念念之间，心要告诉自己，其实一切念头其实是心。你看的也就是当下这一念，每一个念头显出现处，你先给它这个声音，要知道它是心。就是关系嘛。当你知道它是心时，你看的还是它；但是你知道它是心时，你在解读它时，你就不是过去那种流转的妄心。你在解读它时，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因缘现什么心。要是没有那一念，你当下知道它其实是心，你也就没办法在它上面、它的身上，你能够解读种种心。当你能解读种种心时，就是关心。当你最初能解读它时，你一定要有个声音告诉自己它是心，因为你有这个声音告诉自己它是心，
你在种种感受现前处，你才开始有一个距离，才是有一个旁观者清的心中的作用，那叫照临之内。它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我叫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发愿，当愿众生一切知觉周故十方，在一切感受之中，先让你们每一个天都提得起来，觉得的是谁。你不要以为这个觉得是谁这一句就是永远拿这一句当成一条鞭锁一样，当成一条链锁一样这样的束缚，不是，因为你跟当时心不熟，现在用觉得的是谁，只是把你过去堕在感受那种执着先唤出来，呼唤出来。你当然呼唤出来，你的觉性的作用都在啊。你只要知道觉得的是谁，其实你那个觉得是谁还在看到现在的所觉，不是？你不可能说觉得是谁，你就回头有一个觉得是谁所觉就不知道了，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所以你绝对不要会误会说，你只要知道觉得是谁，你就抓得了这一句，你也抓不到这一句，因为你永远看的是前面那个。只是在前面的感受之中，你已经明白觉得是谁，这里面就有类似回光的作用。既然叫做回光，它一向还是照临嘛。所以你呼唤久了以后，这个觉得是谁这句话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习惯，常唤以后就变成了习气，那就叫做常随，就是随每个念头之中，你再也不必这一句觉得的是谁，你就似乎好像已经跳出了念头的过去的那种沉闷，你已经站在这里，这你就不必再有一句觉得的是谁。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跳出来的感觉，你还是明明白白看的念头，那就是最初的旁观者清，你还是明明白白看的念头。这也就是后面再告诉行者，那如何知如何见，明明知了了见。那你前面要明明知了了见，你前面没有那个声音告诉自己觉得的是谁先启程移情，你不可能体会那个明明了了，因为你随时动的明明了了就是过去的攀缘，过去的粘着，过去的浮着，你在你现在根本没有呼唤出来时，你能明明知了了见吗？前面一定要你先去顾念之中，先回光，后面才能够照临之内，才能够如此。这是下手处，哎，千经万论就是教你这个，就是当下这一念，就是用在平常心中。你能用，你再来看经典，那经典之中你都会发现，它都是止悦的标志，明明白白告诉你，你心中的清凉根本的智慧在何处。你要平常心中这一念念念不残，你在看经典，就如同我常说的，你看的是封神榜，看的是一些神怪故事，这讲的都是那些空谈，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有，那对你没有半点帮助，只会让你一次一次曲解甚意，反而更堕在将来比凡夫还要凡夫的痛苦之处。尤其是现在行者，你念念不参，念念不学，却学会什么口中朗朗上口，就成那一口心气，成那一口妄念，就算他不为利，潜在意识也是求名，求那一股气。那如何能听得出来？就没有，因为昨天就讲，我的中间没有任何你感受到一个行者在行持的贯穿的那个氛围，那个道理，他只是一直给你架一些种种虚狂的虚妄的名相，而让你觉得很像很高超的名字，那个只会自误误人，永远都是自误误人。所以大家一定要学到，自己没有下手时千万不要随便开口，自己没有在自己的修行上有任何体会时，光你修行的体会你都要知道，随你修行的用心不同，将来体会还会不同，所以你现在的体会你也不会执着，但是你愿意拿你的体会互相去提携，互相告诉大家，哎，行持是可以到这
该到什么样的心境中的转变，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是拿这个互相鼓励可以。但你也不会马上就好像一般慢心一样，你才稍微有体会，就认为你有所得，你有所证。那除非是你拿你现在的经验互相研讨，就是互相研讨的心，没有拿来跟人家互相比较的心。但有比较就不是行者，若是行者，就是互相研讨的心，如是说法没有过失，因为他念念之间也知道心性若是再生时，体会会更不一样更深。但若不是，但有开口，你自己都要去检视自己现在的心气跟你潜在意识的目的在哪里。就算没有想要强人圣人的目的，那也是无名为目的，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因为无名不知道讲什么，快要讲却要讲，那只能会什么，只能会将来害得你，你根本再也找不到行为，再也找不到方向。因为那种声音那种气氛里面，它就具足什么，具足茫然迷惑的气氛。茫然迷惑的气氛久了以后，它就具足让你找不到方向，让你根本心中没有任何想要起行的这种动力，那就是那么羸弱，那就是这种气氛。如是气氛，那就是如是法，如是法你就如是得，如是患就重，如是病得，如是病。所以那也是每一个当下你都要什么清清楚楚念念反思的。所以古德云，若不关心何脱净福，就境界之中你要怎么样能够脱那个福，净在哪里，净在就现在眼前。你不必要离开当下你去找什么叫境界，你每个念头起初，就哪怕你说听说师父讲说这句话时，你心中讲的境界在哪里，就是这一念，境界在哪里，念到变化就是眼前这一念。等你仔细思维，我们的任何一念，每个心中发起处，你就是被他绑缚的。为什么？你是因为他才觉得有念，你就随他起的，就是净福，净中的福着，全然都是。那你说什么时候才能体会不是被他缚？你总有一天，你要照着方法正确修行时，你在一切境界、一切念头现前处，你会发现，就先不要讲得太深，也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你可以知道一些感觉，你可以先知道一些境界，境界都在你眼前变化，但是你永远会知道有一个心中的清明叫旁观者清。你先看到这个再说，旁观者清啊，它是最初的下手处，那还不见得你那个照见人所了，最起码你要知道动静而相嘛。要老是在念头的浮动之中，你忘记一个能明白的镜像吗？这动静而心啊，因为我们心太粗，永远查不到，你看观察不到。事实上，你念念之间起平常的时候，你的心都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我的心太动太浮躁，如何降服？你要降服它，怎么降服？动就是动嘛，你根本不认心境之中，你觉得动处，它那个心中本来就有静。本来具足任何镜像，你不认，你在动中，在这个动向中找镜，怎么可能？你在这么样烦躁的动向中找镜，你就只能随着它动啊！你越是想要找镜，你已经就是随它波动了。找镜都是波动，那你怎么能够静？就类似我们常常诵经的时候，你在诵经，嘴巴还在诵呢，可是心跑了。心在打妄想，你越打妄想，你怎么诵得那么好，还不会错一个字哦？可你想说，因为什么打妄想，把那念头再抓回来的时候，你搞不好就会觉得嘴巴舌头都转不过来了，吃螺丝叫念错字。所以有的时候诵经，你都会发现，你在诵经的时候，假一种境界当下，在印证自心的时候，那种烦心。凡心因为平常都是波动嘛，你说很容易就啪就跑掉了，念头跑了，念头跑了当然就方便叫你射回来，把念头再抓回来，让你发这种把它射回来的心。但是你要想想，你跑掉以后心真的跑了吗？你要心跑了，谁在念经？而且他也还会念不会念错字，对吧？
谁在念经。所以让你社会来说，其实你也要去认的，因为过去在心气气氛的气里面，我只认那个浮动的气氛为我，因为天天你都是在这个心气的浮动里面一直在那边营造嘛，你没有那个浮动气氛，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我，什么叫人生。可是这么大的浮动里面，事实上你的心它也还是有一个新的相是静的，你只是不认嘛，你只认他嘛，你只认他而已。那叫你摄过来，叫你认，你怎么认？你先说哦，原来我有个静心，你去认他，你认这个静心，那也是用动心去认的静心，动心认的静心还是动，你永远找不到他。那怎么办呢？你说老老实实嘛，先教你把心摄过来，摄过来，摄过来，目的就是什么？一直在模拟过去的心气而已。当你摄过来的时候，你自己就会什么？久而久之，那个静心的那个气氛就浓了嘛。那你能摄回来，那妄心已经摄回来，就心已经不随那个气氛常常熏习了，就淡了嘛。将来这个气氛淡了，会变成另外一种相。什么相？你觉得心很静在诵经，这个明白了。可是又觉得在静的时候，好像还有个心在乱跑，可是你不在意了。所以我告诉你，那静动永远在。甚至有的时候就算你不乱跑，你在念经的时候脑袋里面就会浮现好像在解读经，可是过去解读呢，它就会障碍你，会帮你心搞得很乱，因为你好像又好像专注在解读了。将来你在静心时，你的那个动向你都不在意时，任他解读你根本不理，那种不理就是你根本不受他影响。那你说不会解读吗？照解读，怎么没解读？因为你心从来不会停过，就要靠方法一直不断的教你嘛。但是一般人只知道心可以这样调，佛门就在这一念心中就知道，原来心中就有动有静，它能随时在动之静，在静之动。虽然在动之静啊，那是回光的时候你在动之静，是你要体会原来动中有个静的时候你知道，不然的话多半的在动你会忘记了静，但是在静中你一定能明白动。就好像你现在心很静，外面怎么虫鸣鸟叫、车声马声，你都无所谓，清清楚楚，对吧？你要心不静的时候，任何声音不要说无所谓了，除了你自己现在的这个声音以外，其他你根本不能听、不能闻，都听不到。你心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明白那个在静的时候能知动，在动的时候知静，佛门弟子就在这个上面比一般凡夫、一般外道他还能够发生向上一句的智慧。既然动静都在，那到底这个心是什么？是动是静？非动非静他才能够为你现动现静嘛，因为不是静的外面有个动嘛，是全静能知动嘛，不是动的外面有个静嘛，是全动当下你知静嘛。动静根本就在那一点上，动静一如嘛，你看到是心性之中决心现前的一定的动静二相。这也是楞严经讲的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即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最初你看到心中的平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不是不知道动性，没有动静那还有觉吗？那是你明白就是一心。这个你要在哪里找到你知道吗？你要去读世间的，譬如不要说读了，你要看电视，你是也是阅读吗？你在看电视，你永远看不到我有一个静心，对吧？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看到静心呢？因为看电视，你电视的情节就一直把你的情那意识一直带到那个夜感里，本来你还没那个夜感，因为那个情节情境还把你带到那个夜感里了。就像以前这个我们那个时代有一个作家叫琼瑶，女孩子的一天到晚写那个爱情故事，就在那边琼瑶摇荡众生心里琼瑶。本来你没有那么悲壮，就谈个恋爱需要那么悲惨悲壮的，对吧？不需要。可是就看太多琼瑶的心，没事自己去谈个恋爱，就刻意就一定要把它塑造成非常悲壮非常悲惨，才叫凄美惨凄凄惨的可美了，都是被带走的。那唯有什么？唯有读圣人的字文字的时候，你才突然感觉到你心跑出去，
所以那个圣人文字它本来不是你过去的一般习气相应的，所以不是习气相应的，你在读那个文字时，那个文字才如什么？才如你自己，如好像你自己在你面前摆了一面明镜，在照耀你现在过去的反省的浮动。所以光读一个经，你就会知道，平常时间在红尘之中起心动念，把自己害成什么样子了。不要说你被那个气氛理解那些世间的感情那种业感已经染造成如何，就是现在你连心想静都静不下来，老是随他造作，那种浮动啊，多可怕啊，那多可怕啊。所以你若不关心怎么如何脱去禁缚，不知你不知道，他因为不知道自是变起而复自缘，其他的一切感受其实就是自己的意识变起，意识变起以后你自己感觉到就是自缘，就以为有缘，都是意识变起嘛，而复自缘。所以刚刚已经跟你讲，一切的缘起你都要知道从哪里来，无名缘起，心缘是虚缘名色，这样子下来才是缘嘛，不然你哪里有感觉。你说黑缘白缘，没有如是十二有之十二因缘，你根本那个不成缘法。你说喜怒哀乐，它根本就是只是色而已，就是一个形状的假象而已，它根本不能够成就心中的所有一切你念头之中的流转带动。之所以你会在一切只是单单的一个色形上面，它根本没有情无情的这种作用上面，你能够贯穿它一切情中的流转，是你那个觉心之中的时而有之。既然如此，你再说到原处，别人看的原是一直抓的末梢的那种假想情境，那种假象，你一直在上面去解读因缘，行者已经在一切缘起一切假想种种差别分别里面看清楚觉醒之中的种种缘起。你明白这种缘起，你当下还能称佛，虽然还叫声闻，但你已经看到是觉性的作用，再也不是看到世间感受中的分别。感受之中你就算能够分别出什么是个清净，什么是个染污，最多还是什么，还是声闻小圣根基。虽然辟支佛也是声闻，但是辟支佛是声闻里面的大圣根基。为什么说大圣？那他照料的是觉才能够成佛，他念念之间能够明白一切有之。什么叫有之？觉心入有的一切流脉，就如同我跟你讲的，跟全身的种种经络一样，你看得到如是觉体法身的经络流出，所以你就知道那是什么，那都是自是变起，那都是自是变起，然后你还会自缘而复自缘，起成种种缘，还抓的末梢都没成缘嘛。所以好像画师啊，你到处去画出种种差别的形态，叫做譬如画师画出殊形，殊形就种种差别，你反而翻身爱着，马上变成了爱着爱人，你自己心中画出来了，你自己心中有对他爱人，爱着不是心里面自身，你是对他的爱人，但他是你自己画的，心如工画师，你自己画出来的，你的心中的意识自己造出来的，你却变成了对种种感受的爱染染着。所以以意识笔，我们都是以意识的画笔描三界图，描三界的感觉。什么是三界？无色有色欲界，你那个念头之中就包含着这三界，从无色现色现欲，而你怎么去看，你每一个念头之中都是这三，都在这个上面流转。虽然我们已经堕在欲界之中的感受的最沉闷，但欲界的感受最沉闷一定从哪里来？从你那个意识的那个笔，从来无色，在无色它一定现色，这种造作之中，于是你一定会着色，着色以后它一定变成起感情感感觉，所以你于是你一定会堕在情中，堕在情中，因为已经是情，事实上你已经离色很遥远，叫当局者迷，你是抓的感情，
所以同样的一个色，你看我看居然可以不同，为什么？已经堕在情中了，预想不同，我们曲着不同，连曲着就随着你的业感越走越深，情都变了，当局者迷。虽然在感受之中每一个境界就算相同，但我们感受居然不同，这种曲折的当下有这么大的差别，实际上这个感受在我们两个的现前现象之中，那个色形还是一，它从来不是二，我们只是后面随业感曲折，那是欲，然后再从曲折的业力之中才有差别，对吧？然后这个色从你心性之中，它必定能现色，必定能现色，是它还不是色，它因为能现色所以才会出现色，所以中间这个无色，这个无色就变成了它能现的势力，但这个能现的势力你不能说它是种种色，但它就是这个无色之中它才有这么大的势力显出色来，你就是在这边流转，出来就是色，色来就是欲，欲来就是业，就是我们都在那边流转。这流转就是什么？唯心嘛，背心嘛，高下彩分，你爱憎就随起了。这个画三界图，你高下彩分，才画出如是，是故高，是故深，是故远，你马上就在这边忘起真正有如是情境，爱憎就起。那讲这段话就是告诉你什么？讲这段话就告诉你，你念念之间你有照临起见吗？那要如何断掉如是爱憎？要如何真正在这边不随这一些心中的意识所化所朴实所染之时，你随它就能够起成分别，就起成妄想，起成追逐，没有任何方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唯有一条路，你明白它本来就是心，你除此之外再说方法，用心理学就知道造作，越造作越深沉，有什么方法？性镜子现色，本来镜色就是镜子，镜子现色时，色中起身种种迷惑，是好是坏，是种种是想欲，是迷惑，是恐惧，你就随它起身，心中随它起身波动，这么强烈的波动就在你眼前，你没有办法撇一下子撇的，不是，你说是一撇，就是没有办法刹那就能够撇开于镜色，你一定要这样子看着它，所以你常就受着它这种迷惑，在这么强烈的迷惑之中，你说要如何解决镜色的中的过去的这些势力？没有办法，哪有办法？你可以心中想，我不受你迷惑，我不受你迷惑，你自己都知道这种批评就是愚痴，你就看着它都不受它迷惑，唯一的方法就知道全部镜色是镜子，你明白是镜子就好，明白是镜子之时，不是有个镜子可以让你回避，也不是有镜色就可以逃避，你明白是镜子时，你眼睛还是看色，因为镜子现前就是镜色，这么样强烈的眼睛镜色，也就是祖师讲的一法不增一法不减，你看的是过去的流转的镜色势力，我看这么强大的势力其实就是镜体的清净，所以我可以任其变化，我可以讲尽镜色的种种势力，但你呢，你随它的变化时，你只能堕在种种差别，一直随其沉沦，就是如此。那这个中间你若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在里面说，我挺住咬紧牙根捶胸跺足，我就是不随你镜色流转，就算你能够挺得住一时，我说你也是痴人，那么累干嘛？总有一天疲劳了以后，全身放下，你又流转。那今天有多少修行都是这样修的？没有一念，没有一个声音愿意回光于自心，念去研究，去体会自心，就在那边告诉你，去参什么？所以讲，甚至于讲到净土大教，都会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心中的卑劣等待，那完全背失了什么？净土大教讲的接引法门，那种接引变成委屈，那个世间怪力乱神的种种内心的
凌掠败坏，佛门中讲的接引，那是讲到以觉应觉，你本具的觉性之中的根本德性、根本智慧。所以你有一句真正至诚恳切念一个圣人名字时，你心中自然应该有潜移默化，自然就能够入一切如是名字下面的应该有的种种圣人的长养跟智慧啊。光那一点你心中的至诚，那一点的潜移默化，那是真接引。你将来活在哪里？你活的就是你心中这个气氛，那是西方极乐，那是真净土。可你把那个接引讲得像一般民间怪异乱神，你等到一个大手来接你的小手，你等吧，你用这种想去等，你就不会等到真的有个大手来接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那个念头太卑微了。就好像我常讲的那个故事一样，一个小孩子一定要牵着大人的手才觉得安全。就算他现在目前天天都有大人的手可以牵，其实每牵一次，大人不是在保护这个孩子，每牵一次，大人是在残害这个孩子的心灵。那每牵一次，每一次觉得安全时，其实他就增添一份他将来必经的可怜。不是如此吗？那还叫什么接引？那是真接引吗？一切诸佛，尤其是净土大教，必定将拔济众生、了脱生死的法门，绝对不会有如是的这种教育。所以自己学到最后都会怀疑嘛。那跟基督教、跟回教、跟阿拉都差不多嘛，只是名字改一改嘛。我们相信这宇宙世界只有一个真神嘛，你又变真神了呢？那为什么他心里面还是向外攀援？从开始念佛念念不是什么，没有发赤诚菩提心。你真的发了一个赤诚菩提心，发了一个真正要了脱生死的心，就算你最初你还不懂的道理，光念一个佛名就应该有潜移默化吧。从你潜移默化里一步一步心中，你都应该知道，哦，那种思维是错的。当下看到心里面念念向上面一觉一觉，那种契合的建议是对的。所以当他明白调整如是心态时，那也是从念佛染香中来的，那是香光庄严中来的。但是那个念佛一定要因地心要正确啊，因地心不正确就变成了前面我说的那种。因地心若正确，你就算不懂，你不懂之时，你念圣人的名号都应该有如是体性。为什么？接引不是吗？这是真接引啊。要是没有接引，我们还有世界吗？你看到大山，大山不能够高远你，你看到大水，大水不能撞过你，那还是世界吗？你知道为什么你活在世界？世间一切无情的景象，一切世间的种种庄严，它可以带动一个人的人心，它可以撞过一个人的智慧。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世界充满了接引。这接引者，觉心也。只是你用错那个接引了、啊。你就看一下恶人，等一下你就别想学恶人了，那个就不叫接引了、啊，那叫做诱惑。但是这里面不是也有接引的项目？所以你要知道原来心在何处，念念之间要心在何处。所以此乃曹溪一位之旨，诸祖同传。曹溪讲的就是东山法门，讲的就是六祖他念念成道的这个公案。当然你不用提，六祖一听一句金刚经就开悟。但你要知道后面告诉你，六祖唯一中国的祖师里面只有六祖在开悟的时候还没有剃落，他还未剃落。所以在六祖之后，禅宗，你是中国的佛教，就禅宗是我们的根本的这个主体。所以如是禅宗，我们中国祖师讲的禅的这个法脉，为中国人学佛的汉传佛教的唯一的最明白的命脉。那既然是我明白明白，为什么六祖到最后他不传？那为什么他在开悟的时候还没现在家，还没现出家相？那五祖为什么还要把袈裟给他？这里面都是教授后人的一切行为，
一切行为。所以六祖去参五祖时，五祖叫什么？上下弘忍。弘忍是什么？弘忍知道这不是决心，应是教授之时正确的忍度，叫弘忍。忍度是大觉心体应机随缘的时候，他知道的根本的法则跟方便，度化的方便。那什么时候才是大觉心体能够普利世间的度化方便呢？如同太阳的出山，所以叫东方东山法门。他那个道场里面，在弘忍当前，你心中那个弘忍的作用，懂得这个方便跟作用时，你心中一定有个形态，念念在如是法中，念念修行，念念展现威仪，念念能够流露出种种仪轨，种种威仪，对不对？一定嘛，你明白如是弘忍时，懂得如是忍度时，在你心中明白了决心的东山那种大道处、大照处，你心里一定有个主要的那个心中的智慧，那就是弘忍，你能知道一体忍度。就在这个智慧里面，你会发现一定还有一个心，它的念念成就威仪，念念成就种种道理，对吧？那个是谁？神秀。不然名字叫神秀，你的名字都叫神秀，对吧？就是你现在所有的一切行为之中能够秀出庄严。但你要看到不是秀出庄严，它不见得是毕竟，所以还未到家。只有在哪里？只有在一个你看他还是在家人，但是他永远在苦恨之中，那个心中潜在意识里面，我们那一念心，你天天看到你心中已经精进心修行了，流出种种威严，但是事实上你心中的智慧念念还在哪里？不就在一些感觉中吗？喜欢的感觉中。所以那个相一定是什么？还在烦，是在家。但是他再烦呢，他虽然能刺激你现前的这一念心中念念明白一规矩，念念能够形成庄严，那个神秀，这一念是什么？那是你现在行者在承接这个经脉之中的潜在意识的苦恨，所以他永远在冲你，他永远在冲你。冲你就是什么？真正心中的粮食能够冲出来。所以他说一句，在这个神秀中，在你这一念心的法中，如是心就如是法，如是性就如是相。所以这一念心性的相中是什么？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不就是行为吗？不是你现在应该看这个心就念念之间在纠正，跟你内心之中那一个根本在一切凡中的，他根本不堕一切凡情，也不堕在现在有为的，他才能够刺激你成就如是现在的深入菩提树。所以他的根本是什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勿使惹尘埃。但是六祖写出这个偈子的时候，在哪里写的？永远记住啊，《坛经》讲的于南墙上。南墙是什么意思？南方的南。南者下心处，北上南下，下心你是看不到的，南墙上写出这句话，表示你现在流露出来的都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可你内心里面要体会的是根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里面大家现在应该可以听得懂，就是你明白那个决心本来非常一切法，所以你念念之间有一个心在那边时时勤拂拭，所以这两个祖师的偈子要合在一起用的。你要明白本来无一物，勿使惹尘埃。所以你现在在每个念头之中，你才能时时勤拂拭，对吧？勿使惹尘埃。你在这后面，这个时时勤拂拭，是要知道本来无一物，你常常拂拭本来无一物。你要知道勿使惹尘埃，是因为你根本知道何处惹尘埃。就像我常常讲的，你要知道烦恼即不提就知道，烦恼即不提不是要你灭烦恼，可是就是不是灭烦恼中，你念念转烦恼成不提，听懂吗？听不懂的话要受五戒菩萨戒，好好学习。
所以这是南墙，南墙上面就是你下行处，你看不到的。所以写完以后，在红人就是屋主说擦了去，这也未见到，擦了去，为什么？你要刻意跟时时情夫是对待时，就不是见到，因为这句话绝对是什么像？是影像，影的就是不是列出来的。擦了去，谭金讲是拿什么擦了去？吴主拿履擦了去，还不拿鞋，要讲履。履是什么意思？时间，拿履擦了去。就变成南墙一片空白，那你心中的下心处是你不能落在文字向上的，可是你在上心处，就是北方，北方的上心处，那是要看到你心仪的庄严，那是深秀的。所以一个行者念念可以看到他的位移展示时，他念念长养是内心之中念念出尘的慧能。你念念出尘的慧能绝对不碍你现在在你身根行为之中能够秀出庄严。所以我们才说两个六祖，而且神秀一定是国师。为什么是国师？度世之时还是要如是庄严，才能够导引后学。他一定当国师，所以他有一个相，一定是在反。他不是刻意告诉你他没有吹头，他是打击你。所以他拿了袈裟以后，这个再凡是拿了袈裟，这个再凡的念念呢本来无一物，他是念念的时时勤拂拭，所以他才能够领这面袈裟。所以你不要看到世间人的那个假象，是看到心中的智慧，甚至于跟你心性之中相应的你当下就有的这两种作用。你将来这两种作用若是真明明白白时，你心里面也在受理那一袭袈裟，那是出世的法义。那你说六祖没有时时勤拂拭，那再往后看他的功案，躲在猎人堆里。猎人堆里在哪里？你要是要学六祖，你现在去找个猎人堆跟他待着，就是你每个念头，你每个过去的感觉现前处，就是猎人堆呀。因为你的每一个念头现前处，就是念念向外填猎与捕食啊。你不是在这边猜吗？时时起伏是吗？你猜的是什么？本来无一物吗？所以你在这个种种甜蜜愚蠢的念头里面，你在参时时起伏事实，你是明白它本来无一物时，那叫什么？那叫吃肉边菜。不然你看六祖禅经讲，六祖在猎人堆里吃肉边菜，吃肉边菜就开悟了。那我吃素不是白吃了吗？明天你给我弄肉边肉菜，肉菜来，我吃肉边菜。肉边菜不是真的讲那个菜，是你平常在那么多的感受之中，那种众生业感的彼此的相邻，那个当下你只取其清和。什么叫清和？要明白那个心中的清净，任何感受，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那都是你现在的所识，眼识色，耳识声，但在这些所识之中，我取清和，不去流转，是肉边菜。然后做放生，那不讲六祖在里面做放生吗？放生是什么？眼前这些感受现前都是甜烈鱼，你说有感觉，事实上就是甜烈鱼不来的。但是鱼不来时，你要知道，它其实就是大觉的一体，那不是放生吗？还其身相。如是寻其实习载，那不就是在告诉你他就是还在时时行拂拭吗？只是他的拂拭已经不是在拂拭上拂拭，他拂拭是拂拭在本来无一物上拂拭了。这是两个六祖的公案的，你要拂拭错了，你就辜负了中国禅宗，你就辜负了曹溪一味之旨。所以将来能起大用之时，那大用就是现在在哪里？就是现在的光孝寺，对吧？以前叫什么法印寺，对吧？还有以前在那个他这个义那个
一楞严经的时候是叫什么诗啊？名字叫什么？你会发现他过去一能劫，一能劫也是在那边，但是四名不动。就先说法印寺吧，他就是什么能启程法印的时候出现到那个地方，然后能够接待他的出家师父是印宗大和尚，还是大宗大德。就这里面的人名、寺名、地名都没有离开过你的心中的吉祥，你要一步一步，你将来真的启用时就是法印之处，然后你念念之间，你从那个弘忍，就是我们心里深处的那个明白向导的弘忍的智慧里面，你要再面对的就是什么？面对你看到的真正的僧伽，是你第一个心中体会的那个僧伽现象，就表示你已经历经了那么多的修行以后，你最后体会的那个僧伽现象是在你心中明白的僧人现象，那绝对是印宗。什么叫印宗？你念念在本中相应啊，你才是开始弘化。所以叫你读六祖坛经，叫你读祖师故事，你就以为真的是读故事吧？这里面有多少祖师留下来的所有一切行迹？那你说行迹他没有写清楚，我怎么看得出来？写清楚你就不见得看出来。你有一些东西像你说现在我讲你是听起来觉得哦好像是，你用不上，你看不出来，因为跟你们没关系。但是你自己摸索出来的那每一个心经，你都心里面起身回响，起身激荡，你用得上。就如同在沙漠之中的宝藏，给你个藏宝图，谁看到藏宝图跟他有关系？想寻宝的人，他看到这个图，谁能看到这个茫茫的沙漠？但在沙漠之中，那图已经隐在沙漠之中，他居然可以在这个沙子这么慌忙的沙子之中还看到藏宝图的路径，大家可以寻觅到，那每寻觅到一步，他心中就是下一个的激励，那对你有才有用吗？不然就算你把路打开来，人家也不知道那有宝，也没用啊，跟你没用。所以有些东西是要靠你自己发心，念念之间在每一个文字之中突然发掘出来的，那就是你的，那才是真正是你的。那事实上祖师他本来就在他的行为里面，他早就安排了很多，早就安置，因为他这个在法中他就不会离开这种因缘，他随便，你以为只是祖师的平常日常的生活而已，既然叫祖师，祖师日常生活都有迹象，